哎，你说怎么回事吧？对对对，谁打的呀？一个叫牛牛的，他欺负我，打我的头，踹我的屁股。你没还手啊？你还哭着回来了你？咱小区竟然有人打我弟！啊，这爸，咱俩现在咋的？哎呀，你们冷静点儿。现在爸爸妈妈都没在家。对呀，现在正是我做哥哥发挥作用的时候。走，各位出去。哎，你们别拦着我们。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搞定。那个叫牛牛的以后再也不敢对咱们牛了。你是怎么把那小子干掉的？这还不容易吗？我先绕到他前面给他脑袋来一拳，我再绕他后边给他屁股来一脚。敢在我家门口欺负我弟弟，先给他一教训。有你这样的哥哥而自豪。